起床了。治牙痛的时候不可以吃糖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蜜蜂姐姐，今天棒棒糖要问我们什么事情是需要忍耐的呢？我知道，每次当我牙痛的时候就要忍耐。时常啊，用一种东西可以降低蛀牙的发生。这种东西啊，有一排排的长毛，每天啊用手紧紧抓牢，刷一刷可以清洁我们的30多颗的白石头哦。哇，这么神奇哦！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吧。是扫把、牙刷，还是梳子呢？大家赶快来想想看哦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开动。闪闪发光 ，Pretty Cure， 坚守勇敢，朝前，有你美丽，可爱无敌，我们就是。
忍耐是吃饭时不可以看电视。车子，你拿报纸擦擦镜子，拍打鞋子拍拍蚊子，快找找什么东西来玩玩，声音接力，兴许是你的创意，比比谁有趣。敲敲钉子，你拿锯子锯锯板子，我拿墨纸你拿绳子，快找找什么东西来玩玩，声音接力，好好地发挥实力，看谁拿第一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小朋友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什么东西可以天天清洁30多颗白石头，还可以让我们远离蛀牙的痛苦呢？30多颗的白石头就是指我们的牙齿，所以每天要用来清洁牙齿的用具呢，就是牙刷。没错，我们每天要用牙刷加上牙膏来清洁我们的牙齿，这样牙齿才会健康哦。如果牙痛的时候，一定要请牙医把坏掉的牙齿给拔掉。如果你不拔掉的话，就会越来越痛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小朋友每天都要勤劳的刷牙，就不会有蛀牙的痛苦了。我们下午见，拜拜。